比上个礼拜唱好咗好多系咪啊？上个礼拜唱到一半一塌糊涂啊！有啲啊，多谢我哋啊 Sam Wong， 多谢啊 Raymond 哥，多谢希希，多谢你哋嘅 Super Chat，Thank you， 多谢，正到爆！离开位置要坐，要戴口罩，系啊，冇错啊！打桩打桩，英姐就记住打桩，耶、yeah, ！打桩上啊！學阿 Billy Sir 話齋，想啊！謝謝謝謝謝謝你的禮物，謝謝。
多謝多謝多謝你嘅禮物，多謝多謝你哋嘅禮物，好多禮物啊，多謝。紅塵唱得太好聽，多謝，唱得好好，係啊，真係因為上個星期咧，即係點歌嘅時候咧，唱到一塌糊塗，咁啊，所以咧就專登去即係有多加去練習呢一首歌。Rima 嚇有好多唔同來自唔同嘅地方嘅朋友都喺小米個 channel 嗰度，咁啊都非常之開心啦嚇，咁啊非常之多謝大家再坐一會，係啊冇錯再坐一會。好，我哋嚟下一首歌啦，我哋盡快啦，因為咧我哋要開始我哋嘅二選一啦，咁所以咧我哋要盡快唱我哋嘅歌啦。多謝兩哥，多謝你嘅 super chat， 正啊！今晚開陣小米嗰飯啊嘛，所以啦，已俾 like 啊，大家記得俾 like 入嚟嘅朋友，好好聽，多謝陳生，飲歌啊嘛，新嘅飲歌啊！
多謝多謝耶、yeah! 大家喜歡聽就好了，即證明小米選的歌大家都是非常開心，大家都是非常喜歡聽的哈，太好了，好開心啊。好啦，咁啊，亦都事不宜遲地，我哋唱下一首歌啦，趕快啦！在途上令人又再回望你，沾湿双眼渐红，难藏热恋及痛悲，多年情不知怎说起，在何地仍热炽关心你，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，他方天气渐凉，前途或有白雪飞，假如能不想别离你，不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，世事总可有转机，牵手握手分手挥手讲再见，纵在两地一生也等你，手握手分手挥手讲
也等你。想俾大家珍重，咁希望大家咧亦都可以珍惜身边嘅朋友啦吓。Yeah， 原唱系王杰，呢一首系叶倩文嘅《珍重》。头先我见到嘉嘉喺度问Andy 嗰、那个系啊，冇错，佢叫做歌手陈安迪嘉嘉 Andy 嘉嘉 Tran， 歌手陈安迪 Andy Tran。基本上咧，其实我打陈安迪咧，其实已经揾到佢噶啦吓。所以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啦，因为上次都有讲过啦， Andy 咧听日咧就做首播啦，明天啊吓夜晚七点钟啊，所以大家记住去支持一下我哋嘅 Andy 啊吓。好，睇翻啲留言先吓，友情似水正，多谢辉哥，珍重正，多谢美狐姐，歌声同埋伴奏咧今次咧都好平均啊，咁就好啦。What a boy， 咁俾翻啲音乐先吓，太宁静啦。做咩事喺度 update 啊你？哎呀，佢 update 咗啊，唔知道会唔会更新咗啲乜嘢咧？好，冇理佢啦。好听 ，Hello Daniel 妈你好啊。冧晒，超水准之作，多谢，多谢 Maggie 先，多谢你嘅 Super Chat， 多谢。好中意，好耐冇听呢一首歌啦，系啊 Alex。珍重越唱越好听，多谢，多谢容生。我是华人啊，越南都有很多的华人的小米哦。我上次呢都去过，即是公司旅行去过越南的，但是呢那边我去到那个地方呢好像没人懂讲中文，全部都不是，即是英文沟通这样，我们全部都是英文沟通。是感情啊，多谢多谢 What a boy， 多谢 Maple 姐，多谢你的 Super Chat， Thank you。发开口梦都话正啊，大镬啦！多谢辉哥，系啊，歌手陈安迪 Andy Tran 啊，冇错，好好听啊！啱啱翻到屋企啊，你系咪啊？啱啱翻到屋企 ，Mandy 食咗饭未啊？咁啱啱收工系咪啊？我中意呢一首歌，是咪唱得好听，同原唱一样？多谢欣欣。OK， 好。好啦，咁我哋唱完呢个一大轮嘅慢歌啦吓，咁我哋咧会有一啲比较有节奏嘅歌送俾大家嘅。咁啊，last两首叶倩文嘅歌啦。咁完咗呢两首之后咧，我哋就会进入我哋嘅二选一嘅环节啦，同埋咧唱我哋点唱歌嘅环节嘅。好，我哋赶快啦，大家攞只杯出嚟啦！
人随年成熟一点，名利一点，但情未变。你的声音用词仍然像你旧时，纵使隔别长日子，不减暖意。原谅了我，从未变过，像最初。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工作友谊。一开始，一开始，把我做宗旨。来日世界到了真实，你我到了真实，两心也断一次。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工作友谊。一开始，一开始，不可再终止。明日你我说再会时，彼此心思心意，即使不讲到心知。常盼一天分散的可再见。I'll miss you, my friend。身边的话已改变，人随年成熟一点，名利一点，但情未变。你的声音。纵使隔别长日子，不减暖意。原谅了我，从未变过，像最初。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工作友谊。一开始，一开始，不可再终止。来日世界到了真实，你我到了真实，两心也同一次。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工作友谊。一开始，一开始，不可再终止。来日世界到了真实，你我到了真实，两心也同一次。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工作友谊。一开始，一开始，不可再终止。明日你我说再会时，彼此心思心意，即使不讲到心知。耶，干一杯，送俾大家，多谢你哋咁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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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嘅酒杯。Simon 哥 ，Simon 哥 ，Simon 哥攞埋奶嘴出嚟啊嘛，奶樽啊。嗯，耶，系啊，冇错，我哋生日会一定要唱呢一首歌。大家嗰日要跟住我一齐唱呢首歌得唔得先？我哋最中意就系大合唱，一齐玩，好冇？耶，攞下先吓。干一杯，啪啪啪你好啊，是不是请了叶倩文上来啊，是不是啊？好正，我刚才看到你这个真的笑了。好啊，二选一，多谢大家的酒杯，有这个啤酒杯，这个的红酒杯，还有这个的香槟杯，还有清酒，正啊，什么都有啊，唱多几首都 OK 的，是吧？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工作友谊，耶、yeah! ！多谢大家，好怀念呢首歌，系咪啊？系啊，我都听过阿小钟唱呢一首噶。吓、啊，把小米
巴斯米灌醉，哈哈。仲有 fruit punch 添，我見到，即係除咗啤酒啦、香檳啦、紅酒之外咧，仲有呢個 fruit punch 啦、奶樽啦，即係奶奶啊。耶、yeah, ！飲食好開心啊！見到呢咁嘅畫面就最開心噶啦，好 warm 啊！我覺得諗起十年前、十幾年前我堂家姐結婚同埋外甥飲滿月酒係嘛，就係、是、播呢首歌。生日會要唱埋呢首歌，冇錯耶！ Yeah, 生日會要唱埋呢首歌，多謝大家。千祈唔好叫小米公主飲酒，佢唔識飲酒。哎、hey, ，Hello Terence， 你好啊 ，Hello Terence， 哇，系阿 Terence 攞埋啲龙虾、啲虾同埋蟹上嚟、啊，原来小米唔识饮红酒，我唔系唔识饮嘅，我系少少咯，嗰阵时我气管敏感咧，都系饮红酒饮翻好嘅，又唔系叫饮好嘅，不过暂时可以顶住唱得好多咯，因为张开嗰个气管，但系咧亦都唔可以饮得太多，因为。会醉嘅到时，生日会干一杯耶！ Yeah, 干一杯公众友谊，有声嘅你哋啲留言有声噶，原唱一样系嘛？多谢，三文哥饮奶啊，系啊，三文哥饮奶，佢攞咗个 B B 奶樽出嚟饮奶。Hello 陆牧师你好啊 ，Hello 。生日会小蚊同小钟一定要合唱《挡不住的风情》同埋《热咖啡》系嘛？到时就系呢个嘅叫做咩啊？最高峰嘅时间系嘛？今晚系以水代酒，冇错。大家系咪一齐饮水先？系啊，水都可以干杯。嗯，多谢欣欣。飲奶奶呀，係呀，飲奶奶呀。好啦，我哋呢進入到我哋葉倩文嘅最後嘅一首歌啦吓，咁我唔知大家呢會唔會估中呢一首歌呢？嗱，呢一首歌呢頭先呢我就喺你哋嘅口噏噏嘅當中呢，我係冇見過你哋打呢一首歌嘅。Last one 啦吓。
我内心叉叉叉，我100% 爱着他，一碰着他，我内心叉叉叉，我100% 爱着他，我一碰着他，我内心叉叉叉，我100% 爱着他，一碰着他，我内心叉叉叉，我100% 爱着他。送俾大家，叉叉叉！嗯，谢谢谢谢你的点赞哦，谢谢。哇，劲啊，系咪啊？系咪大家都啊？系咪遗忘咗呢首歌啦？已经，因为我见大家咧都啊，好似冇讲过呢首歌头先。不過呢，我就找的時候呢，我就找到這一首歌啦，咁啊，所以呢都想即係分享埋俾大家啦，因為呢一啲咁有節奏感啦，咁開心嘅歌呢，咁都想係分享埋嘅。今晚有唔少歌都係第一次聽係嘛？誒係咪比較少聽葉倩文嘅歌啊？唔得，200度唔唱得噶，你咪唔知噶，嘉嘉。哦，我知，上次我叫你唱，所以咧佢叫我唱。小妹妹好叻，識好多歌，多謝多謝小鐘，小鐘都識好多歌噶，小鐘識嘅歌分分鐘比我更多。多謝亮哥，多謝你嘅 super chat，thank you。哇！大家跳曬舞咁啊，正啊，好開心啊！這個畫面望落去真係非常之開心。Yeah， 好啊，睇埋下邊啲留言先。我100% 愛著小米公主及愛米家，多謝多謝保護藝人。好時輕輕我，散時就你有你，我有我。200度要剪片噶，即系点啊？咩叫要剪片啊？叶倩文有首歌好好听，叫做《选择》，系啊，我知啊。